妖货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万一美娟给他生个男丁，那我们大牛将来怎么继承舅舅的产业？那还过继个屁呀、啊！哎呦，我真没想到哎，怪不得你生气。我可不能让这个到嘴的肥肉让那个野种给叼走啊！野种？什么野种、啊？不是野种是什么？这过门才多久，丝毫也不待在他房里，有这么准？屁呢？来来。这秀茹呢，过门这么多年了，都没结下个葫芦，这每天才刚过门呢、啊，就接着了，说不定就是从娘家带过来的。会的？什么不会？我看八成就是。小子就跟人精一样，什么事情他都知道、啊。是、啊。大娘，吃糖糖。舅妈。嗯。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说呀。秀茹嫁到我们郭家来哦，一直都没有生嘛。是啊，舅妈，我们道生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们道生的意思是啊。舅妈是这样子的。不如把大牛呢过去一个表弟。我妈妈跟舅舅是同胞兄妹，这大牛不就跟你亲孙子一样吗？舅舅舅妈本来把你们两个就当自己儿女看待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可是舅妈，我们大牛也不是外人嘛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他终究不是我们国家亲生的。舅妈。志豪，我好开心哦，你终于有了孩子了，我欠你们郭家的债终于有人替我偿还了。秀茹。嗯。你真善良，看看你简直比我还开心。
秀茹，你起来吧。你再多睡一会儿，我去给你弄早点。不要，我要你陪我。嗯，那你洗脸好了，我去给你打水。什么事啊，老六？二少奶奶不能自杀了。北轩呐，你怎么忍心丢下世豪？怎么忍心丢下疼爱你的舅舅舅妈？二少奶奶，二少奶奶，你怎么了？二少奶奶，北轩呐，你进门不到一个月，你干嘛那么想不开就寻短见？逼得你大表嫂还要给你办后事。美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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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不要再哭了，世豪，快送他到医院，让我扶他起来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来！哎，叫大夫来就好了，送去医院。哎，不行啊，快送医院吧！小李，小李，小李，快，小李，快，小李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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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小心！家奴不幸。来。等着高人送钱来，怎么还不过来？是，我回去瞧瞧。你们在这好好照顾的，听到没有？好，你快去。少奶奶怎么样了？刚洗完胃。有没有救啊？还在危险期中。那怎么办呢？大表嫂呢？大表嫂回去取钱去了。医生怎么样？能救得过来吗？啊，医生！先生，你先出去吧。世豪，先出去吧。来呀、啊，来嘛。世豪，不要太难过了。一定是我，一定是我害了他。美君，世豪，不要再责备自己了。可是美娟现在她，世豪，你是个男人，你一定要挺得住，美娟她需要你啊。医生在里边抢救呢，能不能救得过来啊？医生刚刚给二少奶奶洗过胃啊，洗胃呀、啊！哎呦，这些假洋鬼子还真能折腾人呢。医生怎么样？能救得活吗？我们到外面去吧。医生呢？怎么样啊？你们送来太晚了，医生。你一定要救他！你一定要救他！世豪，已经抢救过了，是不是有什么后遗症？要观察两天才知道。您说，没有希望了，没有希望了。现在还难说嘛。哎，你们做医生的就是应该救人呐、啊！我们既然把病人送到你这儿，你就有责任把他治好啊。当医生的当然该病人治病，但是病人自己不想活，我们又没办法。
哎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哼，我这辈子就不像你这种洋玩意儿，这不痛不痒的病都治不好，算什么啊？表嫂，哎，表弟啊，舅妈让我把这个钱送过来，他们还家里等消息呢。表嫂，美娟到现在都还没脱离险境。大表嫂，请你回去告诉妈，病人已经送到医院，请她可以放心了。安心。我看呐，我们得特别小心一点呢。说不定趁着我们睡觉的时候，偷偷的给美娟呐下条胳膊、下条腿什么，拿去炼膏药的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表嫂，怎么会呢？怎么不会呀？要是那些假洋鬼子没有背后偷偷炼膏药的，我红子啊倒着写。我进去了。听好啊，舅妈交代我。特别要告诉你们几句话，这件事啊，无论如何绝对不能够张扬出去，知道吗？不是，哎，没说完呢。这赵大海呀，现在在家里头，舅妈说了，这家丑不能够外扬。赵大海是个流氓啊，弄不好会玩命的，知道吗？是，知道了，表嫂。去那么多个人。一个都还没有回来，急死人了。我看啊，如果他们再不回来的话，我亲自去一趟好。你亲自去？算了吧，一下子去了那么多个人，家里已经够冷清的了。怎么，你还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？哎，好吧，好吧，你不让我去，那我们就耗在这儿了。救得回来呀、啊，他们哪有那种能耐啊？那种地方啊，好好的人送进去啊，不死啊也脱层皮。尤其是咱们美娟送进去的时候，简直是到了这个手脚冰冷的地步，那还有什么话说啊？简直是啊，武大郎服毒，是吃也死，不吃也死，他啊是死定了。碧莹啊，医生到底怎么说呀？他说什么？他能说什么？一问三不知。你诚心诚意地问他，他头啊摇得像拨浪鼓似的，不知道不知道，什么玩意儿嘛！你看，我就说不要送医院的嘛。阿太太，老爷，请别着急呀、啊。新少奶奶危险固然是危险，可是我听医生对少爷说，说什么？医生说他会尽力救少奶奶的。哦，大少奶奶也带话回来，他要老太太放心。他还说，病人送进了医院，总是可以放心的了。安心。万一美娟死在医院里面呢，就趁了她的心了。我们这个秀茹啊，这脑袋瓜子呀，就不知道比咱们少了点什么。什么事啊都给你拧着来，你说冬嘛，她偏说西；你说出太阳嘛，她偏说下雨。我长这么大就没瞧见过这么别扭的人。哼，上次家里办喜事，她就寻死寻活的要跟我闹。哼，从此以后啊，不吉利的事一件一件的发生了。赶快叫道生把大海带出去，别让他知道美娟的事情。哦，道生啊！哎，大伯子，哎，大爷大娘。那个舅妈让你带大海出去逛逛。啊，哎，大伯子好啊，逛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大海不好伺候啊，带他去吃喝拉撒就花不少钱了。这临了还得给他几块钱呢。那怎么办？老刘啊。太太，到账房那边拿10个大洋给袁少爷。是，啊，谢谢大家啊。哎，大哥嫂，怎么一大早没看我妹妹美娟啊？她在哪儿啊？我啊，我不知道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尽早。哎，大哥，怎么了，大哥嫂？舅妈啊。大海啊，大海啊，美娟呢？
再是他事儿忙啊。哎，对。他有什么事忙啊？这种妇道人家事儿，你大男人最好别问别管。就是。我是美娟的哥哥，我怎么可以不管呢？哎呀，既然你要问，那我也只好告诉你们，这美娟呢、啊，到庙里跟宋子娘娘许愿去了。哎、对对对，许愿去了。哎、啊，许愿呢、啊啊？这倒新鲜了啊！大洋拿来了。大表哥，哎，数数看是不是个大洋啊？哎，对，哎，对，大娘，哎，大爷走了，哎，大爷走了，哎呦，哎，正月。美娟，美娟，美娟，你醒了？世豪，美娟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啊，美娟。世豪，不要打扰他，让他尽量的休息啊。秀茹，你看，美娟她还没清醒，她还没清醒呢。我知道，你先回去吧，你跟表嫂先回去吧。不要，我要留下来陪她，我要留下来陪她。世豪。来，你听我说，你看美君现在这个样子，不是三五天就能够复原的，不要把大家都给拖在这里啊，我们轮着班来照顾她好吗？秀茹，我看我留下来陪啊。表嫂，你还是先回去吧，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就可以了。这，秀茹，我们怎么可以留你一个人在这里呢？是啊，世豪，家里面还有爸妈，不要让他们太担心了，你还是跟表嫂先回去吧。表弟啊，我看我们就先回去，明天再来换秀茹啊，走吧啊。美娟，你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美娟，你醒了。秀茹姐，怎么会是你？我是让他们先回去了。啊，对了，吃药时间到了。哎，秀茹姐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自己姐妹说什么报答呢？我有的时候。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你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你。别这么说，其实你也是无辜的。我跟世豪的事根本与你无关的。秀茹姐，你会不会恨我？你安心养病。别说这么多了。不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你会不会恨我？美娟，说真的，又有哪一个女孩子愿意把自己的丈夫分给人家？秀茹姐，你是说我应该离开国家，离开世豪吗？不要想这么远。到时候，离开国家的不一定是你。秀茹姐，你想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不懂，我真的不懂。听不懂那最好。在这个世界上，
懂得越少的人，那就越幸福。秀如姐，你越说我越糊涂了。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？你好好的养病，以后的日子还长得很，我会慢慢的告诉你的。秀如姐，好了，你别哭了。奶奶回来了，二少奶奶回来了，二少奶奶回来了。舅舅舅妈天天都在念叨着，舅妈不担心别的，就担心他孙子。我就跟舅妈说了，这孙子在你肚子里好好的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好了，大表嫂，你就少说两句嘛。哦，那我去告诉舅妈说美娟回来了啊。走。走，谢谢。舅妈，美娟出院了，美娟出院了。大小都平安。您放心，肚子鼓鼓的，您的宝贝孙子在里头平安无事。好，感谢观世音菩萨，保佑他们母子平安，身体健康，早生贵子。美娟。以后你可要好好的保养身体啊！知道了。碧英啊，魏嫂，从明天开始，早上炖一碗甲鱼汤，晚上煮燕窝粥给二少奶奶吃啊！知道了，舅妈。魏嫂，听到没有？是。妈，这几天都是秀如照顾美娟的。是啊，妈，秀如姐很照顾我，她也很辛苦。这个家哪一个不疼你啊？妈，秀如的身子也很虚弱，是不是也该补养补养？少，我没什么。你还说没什么的，她在医院里为了照顾美娟还差点晕倒了呢。好了，你懂什么？美娟吃的补的一大半呢，都是小宝贝吃的，没事儿补什么？她还没怀孕。多休息一点。冰，什么事啊？陪他进去休息。嗯，走吧，美娟。啊，来呀、啊。妈。哎，秀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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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聘书你不是已经送过去了？聘书我亲手交给他的贴身丫头，可能是郭家不让他来了。多少有才华有见识的人被埋没，我们中国地大物博，可是封建传统也太强大了。终有一天，那些丑恶的现象要被埋葬，这就要靠你们这些人了。不，要靠这些孩子们。秀如，秀如来。
真的。你既然决心这么大，我非常高兴。不过，你们国家是大户人家，规矩很多。不晓得你婆婆现在态度怎么样？世豪是国家的大少爷，他是不是可以代表国家呢？世豪，你同意秀茹到学校来工作了？我妈她不会答应的。问的是你，你还有没有点男人的骨气？是啊，当初在省城读书的时候，你不也曾慷慨陈词过吗？要不然秀茹怎么会爱上你？秀茹，你不用回去了。妈要是问我，我来应付。张嫂子，我妹妹真的因为怀孕住院检查身体了吗？不怀孕住哪门子的医院呢？那她为什么住这么长的时间呢？你管这么多干什么呢？只要她好好的回来就行了。我是怕有谁欺负他，他憋屈得的病。哟，我舅妈就差没把他当神一样供起来，谁敢欺负他呀？嗯，我料你们国家大小也没这个胆。哎，你这老小子是不是憋得难受？嘿嘿，大表示，说真格的，你什么时候再带我出去逛一逛？逛？你以为酒馆、窑子馆都是我开的，合着不用花钱呢？哎呦，大表哥。面大人头熟，走到哪儿谁不跟你点头哈腰，叫你一声表少爷啊！表少爷，表少爷值多少钱一斤呢？要不是平常我赚个十块八块的，那些人会跟我低头哈腰的。表少爷三个字算个球哦。大表哥，你说的也是，这俗话说财大气粗嘛，你身上要是赚个十块八块，这说起话来，呵，那嗓门眼啊，就跟通条通过似的，说怎么顺当怎么顺当啊！这可不是吧？就拿我张道生来说好了，要不是我爸妈死得早，我会给郭家忙前忙后，让人家吆喝，我不就跟世豪一样翘起二郎腿来享齐人之福了？啊，齐人之福？大表哥，什么叫齐人之福啊？你没念过书，你不懂了。齐人之福就是大小老婆的意思。什么？你说我妹妹在郭家大小老婆？说翻脸就翻脸。我只是打个比方解释这句话的意思，你说发火就发火的。我不管你怎么打比方了，当初陈明婆就跟我妈说好，我妹妹嫁到郭家来是不分大小，两头大了。两头大？你说两头大就两头大嘛。我警告你啊，以后在我面前你不准提这大小两个字。是是是，不提大小两个字，干脆在康熙字典上把大小两个字给扯掉，让任何人都不准说大小两个字，可以了吗？嗯嗯，哼，憋一肚子气，就只能在这个院子里逛逛。大表哥，你可以去玩你的，乐你的，我就不相信朱七班的老小子他能把你给吃了。哎呀，你忘了，我现在是戴罪之身呐。你看我这脑袋瓜子，怎么我连这都忘了啊？大表哥，我跟你说，这几天我手头很紧啊，你是不是可以再借我个十块八块周转周转啊？喂，合着我把你从乡下带到县城来，你一件事情没替我办妥，你就知道跟我伸手要钱呢？大表哥，你放心，我是没逮着机会啊！我要有一有机会，我就会报答你的。算你有点良心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的钱可是得来不易，我好不容易攒了四块钱，我先借你应应急好了。哦，啊，谢谢大表哥，我来啊。
见来。大表哥，你会不会忘记了？是不是放在别的地方了？怎么会忘了呢？我记得一定放在这儿的。斌啊，斌啊！哎呦，来了！我在厨房给你弄吃的，你嚷嚷什么？我摆在抽屉，就快现在呀，你看见没有？没有啊，直到今儿啊，你抽屉我连动都没动过一下。哎呀，斌呐，我明明就摆抽屉，你到底我倒都倒不到，你有没有看见吗？我问你，哎，还倒什么？倒个屁呀！四块钱现大洋，你以为是四个铜子？你个臭娘们，成天除了吃饭，你还能干什么？哎，怎么了？我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脱了裤子使劲了，抽屉里钱你都看不住，你还有没有一点用啊？哎，四块钱丢了就怪我，合着家里面随便丢点什么东西都怪我喽？不怪你，怪谁啊？这男主外女主内，物有明训的嘛。你出门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房门锁好？锁好，平常日子我当然把房门锁好。可昨儿个你能怪我啊？美娟突然间吃了耗子要自杀，我问你们节骨眼是锁门要紧还是救人要紧呢？哈！不能不把房门锁好啊！锁好，平常日子我当然把房门锁好。可昨儿个你能怪我啊？美娟突然间吃了耗子要自杀，我问你们节骨眼是锁门要紧还是救人要紧呢？哈！啊啊！说，大表哥，你刚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哎、我是说我们到处乱怪人、啊。不是，我是说你刚说什么？我妹妹正好子要自杀。我说溜嘴了。说，我让你说。哎呀，这臭娘们，她胡说八道的呢。给她住院，把烧了。好，你不说是吧？哎呦，你说。我说了。你都不说是吧？你骗我啊！好。美娟，美娟，玉少爷，什么事？大爷大娘呢？哎，大爷，大娘，你们都出来！大爷，你们都出来！什么事情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我妹妹吃耗子要自杀，大爷大娘，你们这有没有这回事？你听谁说的？你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。我听说。舅妈，昨儿个我特别爱为美娟杀了一只鸡，一大清早我就煨在炉子上。好，你那个肠啊，我亲手调制的。不用了，留着给美娟喝吧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我们全家人对她那么好，怎么会逼她喝耗子药呢？我不信。妹妹，你说你没生病吧？没有啊，我哪有生病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为你好啊。为我好？你看你这什么态度？你还说为我好？我要是不为你好，我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啊！哥，你不要在我面前赌咒发誓好不好？你走。好，我走。可是你要跟我说实话。哥，我求你不要再闹了，你回去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好心好意啊，你给我嚷嚷什么？哥，美娟呐，你干嘛？你在病中自个身体要保养啊，啊知道吗？到底亲兄妹有什么事好商量，要发这么大脾气吗？是啊，舅少爷，美娟可是你亲妹妹啊，她又在病中啊。你听，大爷、大娘，你们听，她都说我妹妹病了，你们还说没有？哎呀。谁说他病了？我是说他这个太喜了，得好好的调理啊！去你妈的！你刚刚明明说他生病，现在又说他害喜，你给我说清楚！哥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你回乡下去，拜托你。志豪，你快点去。你的媳妇呢？她回娘家去了。这么早，
为什么不多睡会儿呢？以前我在乡下的时候早起习惯了。这是给大少爷打来的洗脸水，等少爷醒了把水壶的水倒进去，待会儿我再来冲。魏嫂，我这里的事你以后不要忙了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不，老太太特别关照您的病，刚好身子又单薄，叫我特别来伺候您的。我没事。那好，我走了。谢谢啊。美娟啊，几点了？才七点半。七点半，这么晚了还这么早，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？妈叫我一早到宏图客栈去。宏图客栈？是啊，我们家在大街上开了一家客栈，找了个上房管事，我们家的人啊都很少过问的。那妈一大早找你去干嘛呢？这是我们家的秘密，我才不告诉你。哼，不告诉我就算了，反正你从来不以为我是郭家的人。哎呦，你看你这么容易就生气了。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讨厌啊，这么喜欢逗人家。美娟，昨儿个爸妈都在合计着大海，这一次为了我们家的事险些连命都丢了。他再这么游荡下去，动不动就跟人家打架，迟早有一天会把命给丢了。所以了，爸妈觉得也不能让他老是闲着，所以决定让他去宏图客栈。世豪，我看他粗里粗气的，他行吗？行，反正那个地方啊，卧虎藏龙，三教九流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可是要我哥哥去，我实在不放心。你放心，反正那个地方我们陪赚都不指望，只要你哥哥不惹事就行了。美娟，世豪都告诉你了吧？那你哥哥就不用回乡下去了。可是美娟就这么决定了，等你哥哥一回来就让他到城里去。妈，可是我哥那个脾气，我怕他把事情给弄糟了。哦，让他慢慢磨练。爸，人都是这样，现在呀，让他有个正经事儿做呀，将来他慢慢的就会往正路上走了。谢谢爸，还得请爸爸多教导他。那当然了，该怎么做那边自然有人会教他的。世豪啊，爸，你现在就到客栈里去，把我跟你妈的意思告诉冯管事。啊，是的爸。大海去了以后啊，就叫冯永才专门管理账，关于场面上管理的事情就交给大海处理好。那你现在就去。是的爸。哎，世豪。哥。哎，大爷大娘。大海，你来得正好，我跟你大爷正合计着。你大爷说你啊是实心汉子，为了我们家事啊，你不顾死活救了道生。大娘，您这么说多不好意思啊，小事一桩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大海啊，你今年也26、27了吧？哎，成天这么闲荡，也不是个事儿。我们郭家在南城开了一间宏图客栈。宏图客栈，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哥，你怎么知道？哦，我跟大表哥去过，我还真纳闷大表哥怎么那么熟呢？吃完喝完拍拍屁股就走，真新鲜。大海啊，我跟你大爷的意思呢，是叫你到那边学做生意的。学做生意？大娘，您的意思是让我去当学徒啊？哥。大海啊，我们不是要你当学徒。不要说你是美娟的哥哥，我们还有这份亲戚的关系，就算是左邻右舍的年轻小辈，我们也不会让你当学徒的。大海，那个地方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，你呢去照顾店面，账务方面那个冯管事会负责，你就多听他的。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哥，你还不快点谢会爸妈。啊，哎，谢谢大爷，谢谢大娘，我到大海得了大爷跟大娘的好处，今生今世啊，我不会忘记的。来吧，起来，只要你知道轻重就好。啊，世豪，你赶快带他到店里去。是，哎，走啊，妹夫。
平来了，听你白话。不用了，冯管事，我想到后面去看一看，顺便有点事跟你谈一谈。好了，行，大大哥。给你介绍，这位是我大舅子赵大海。哦，他就是那房子。赵大人，你是谁啊？小姓冯，叫冯永全。好，大哥，这位就是我妈所说的那位管事，叫冯管事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老爷子赏饭吃。哦。冯管事，哎，你们这生意怎么样？马马虎虎，还维持得过去。你这什么态度？你怎么这样回答我啊？我就是，我问你生意怎么样，你就该老老实实的回答我。这做一天下来，到底进账多少？哎，客房是多少？饭馆是多少？除了开销之外，还净剩多少？马马虎虎，什么叫马马虎虎？赵少爷，我这……怕不满意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我爸妈的意思呢，是要我大舅子来店里帮忙。帮忙？冯管事，我爸妈的意思呢，是店里面的账还是由你管，至于场面呢，就交给我大哥照顾。哦，那以后这账是给老太太看呢，还是？还是跟以前完全一样，只是把店面的事情交给我大哥就好了。哎，是。冯管事。哎，舅少爷，您。哎呀，冯管事，这些是什么？腕子盒啊！哦，腕子盒，蛮脏的哈。这么脏你还管事？就这么脏，你想让人家到咱们店里头来，就想赚人家的钱？哎，红都客栈呢、啊？哎呀，闹到这种人身上，折腾了大半天还没关门大吉，那真是新鲜了啊！大哥，舅少爷，不要叫我舅少爷，叫老板。收不到教育的效果。我也知道，我也不想实行打骂教育。可是你不知道，刚才他们在教室里又吵又闹的，实在是太皮了。你们刚才是谁带头在这里闹的？是他，他叫葛志豪，同学们叫他葛大个儿。葛同学，刚才是你带头闹的，对不对？不，不是我带头的。嗯？老太太，喝茶。哎，魏嫂，大少爷他们的生辰八字在你那儿吗？是啊，我保管着，您要啊？哎，去跟我拿来。哎，啊，魏嫂，嗯，跟表少爷他讲一声，叫他明天不要走开，我有事情要跟他出去。郭老太太要算八字，
秀如真的和郭家相克吗？敬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《半生缘一世情》。